Hello， 家人们，来吃个饺子，然后蘸一点老干妈酱，很浓稠这个老干妈酱。然后我自己已经搞好在这里了，哇，再搞多一点点，特别香啊！而且它很多花生碎啊。好亮的，这饺子也是自己做的，吃的是啊，这样三个味是吧？爆辣，有中辣，一个微辣。